感恩我们今日了解到岁月如梭，不断地透过生命如水手语当中，我们看到这个水代表在人类启动的当中是由我们在华夏，也代表台湾之光的七宗弟子。我们学习真正的佛法是代表觉知觉醒的方法。我们今日能够在台湾台东，在我们的地道曙光启动水波音波光波，我们是否在五供这一刻当中，也将所有的量子所有的食物透过至诚恳切感恩在2566年有我们的心灵导师，我们的世尊，我们的屈坦乔达摩悉达多太子，完全透过来返8000多次印证在人间，在人体之中真正的万法唯心了。感恩启动恒守不变的定力，透过万有引力，透过我们的重力、电磁力、强项作用力、弱项作用力，原来整个宇宙都随着我们人类的意识的流动。只有一句真正的开天辟地，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只有一颗相信愿意实践在生活之中。也从人类的48大愿当中呢，开展48大愿，地狱里面完全没有地狱、畜生、恶鬼，只有在和谐，在六合境当中，人人秉持着一份尊重跟学习，不断的效法学习佛的慈悲精神。在《悲华经》当中，透过无真念国王发了这个愿力，再由我们的大臣宝海范志如此的清净请求佛国国王出家，能够开展阿弥陀佛的国度了。这是我们在盘古开天，新天新地，新的文明，新的智慧，新的人类，新的 DNA 创造奇迹。感恩也希望真正的启动所有的大能量，就是由我们在人间开始将佛果落实在实践在人的心中了。透过起心动念，一切都在归一，回到自身。南无阿是代表宇宙恒守不变的定律了，咪是无边无际，如同华藏世界，理事无碍，理事圆融。再透过我们人类的起心动念，回到这个陀，就是人体的想法、意识、念头，回到最重要的这个佛智。这个佛智在华语里面当中代表的是觉知。我们觉醒，我们觉知，都在日常生活。有佛法，有办法。真正的佛法就是能够让人类觉醒，只有透过自身，透过在日常生活之中真正的开展来去自如，悠游含涌以娑婆世界，涌动能量在自身。感恩弥陀父，让我们将西方佛国就在人间彰显，就在人间的自身。感恩一切完全交托南无阿弥陀佛，透过十念必定回归。我们以至真至诚之心学习怎么念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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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十念必定往生。华藏世界华严经代表呢真正的富贵在人生的感恩。今日你有看到此影片，划过此影片的，以这一份以恭敬感恩之心聆听圆满之后，透过十念法，如同金钥匙，如同金钻石，打开生命必定能够活着健康自在，死亡这一刻当中能够回到我们的故乡。感恩一切平安。